大家好，欢迎来到594脑科室，这里专攻脑部研究，并提供解决大脑相关问题的研究所。最近我们接获许多肠道益生菌对大脑的影响力的提问，你相信吗？肠道究竟能否指挥我们的大脑？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深入了解吧。人类大脑中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连结，负责思考、认知、整理记忆等主宰各种功能的神经网络。大脑从出生后开始快速发展，0到3岁快速发育期，接着20到30岁到达高峰。然而进入40岁后，负责记忆的器官海马回每年却以 0.5% 的速度萎缩。这就解释了随着年龄增长，许多人会开始时常记不起事情，看什么忘什么，记忆力开始衰退，思考力下降等症状外，甚至还会有压力增加、情绪障碍，进而影响睡眠品质。严重者甚至会导致阿兹海默症、帕金森氏症等症状。既然我们无法阻止年龄增长，但我们可以让大脑老得慢，甚至达到回春的效果。关键在于一种名为脑源性滋养因子 BDNF 的蛋白质，在我们大脑中扮演重要的角色。BDNF 是一种脑神经营养物质，主要作用在海马回、大脑皮质。海马回与记忆相关，而大脑皮质是脑神经元聚集的地方。BDNF 的存在能促进脑神经细胞的新生、成长及维持脑神经健康，并与学习、记忆、情绪、睡眠息息相关，也是大脑含量最丰富且的蛋白质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以将大脑想象成一株花苗，而 BDNF 则像是灌溉这株花苗的营养因子。有了营养因子的加持，让大脑成长茁壮，如同花儿绽放盛开。但要想确保营养因子源源不绝，关键在于要先打造一个让身体不断产生 BDNF 的环境。这时肠道内比菲德氏菌就变得至关重要。肠道中益生菌要怎么跟大脑协调？想必大家都有经验，美食当前心情愉悦，只想大吃一顿，而面对紧张压力大则胃痛，想拉肚子。而比菲德氏菌能透过肠道跟大脑沟通桥梁，称的脑肠轴，互相影响身体表现。根据研究显示，比菲德氏菌能将庞大的肠道菌与广大的神经网络大脑进行双向沟通，促使神经滋养因子 BDNF 增加，有效滋养脑部细胞，改善老化引起的脑部问题。一般比菲德氏菌主要存在于肠道内，特别是刚出生的婴儿，约 90% 的菌群是比菲德氏菌，不仅为婴幼儿的天然防护罩，同时提供宝宝脑部 BDNF 的重要来源。然而，年龄及生活习惯可能导致体内比菲德氏菌逐年减少，坏菌增加，导致肠道菌群失衡，这也说明为何要持续的补充好菌的重要性。因此严选一个可以增加脑部 BDNF， 进而对脑部健康有帮助的比菲德氏菌就变得非常重要。那问题来了，比菲德氏菌需要 100% 筛选自人体，由于其厌氧的特性，在筛选和培养变得相当复杂，模拟肠道的厌氧环境需要高度的多工技术，只有极少数厂商能够成功生产比菲德氏菌。当中满足这些条件并具有资源生产力的厂商中，韩国知名大厂 Bifido 作为成功挑选出最优质、具独特功效的源自人体天然比菲德氏菌 BGN4 双歧杆菌及玻璃龙根菌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前往 Bifido 公司做进一步认识吧。拥有30年研究经验 Bifido 公司，可以看到自1988年投入大规模比菲德氏菌研究，1999年成立公司，于2003年作为国家益生菌研究单位。在2006年工厂取得韩国食药署 GMP 认证，2013年工厂扩建以力增加生产量能，2018年在韩国纳斯达克股票上市，成为首家与三星、LG 等大型企业并列的高科技公司，并作为大型医院如三星医院、首尔大学医院御用，甚至在韩剧及国际展会的曝光。累积至今发表80多个专利及250篇以上的文献，而这些荣耀事迹就是比菲德氏菌最好的品牌证明。Bifido 公司坚持挑选出最适合人体食用，透过肠道模拟器筛选出适合肠道定植的比菲德氏菌株 BGN4 与 Bori， 并进行全菌种的基因定序，并通过美国 FDA GRA、NDI、Hello、Kosher 等国际认证，在安全性跟功效上做把关，打造独家具脑部健康功效的明星菌株。研究证实 BGN4 Bori 在体内有50倍附着力，强10倍增殖力，并且能提升脑部 BDNF 含量2倍的比菲德氏菌。此外， BGN4 Bori 已在多项研究中取得卓越成果，共计17项专利、51项文献发表，包含肠燥症、溃疡性结肠炎、便秘、发炎性肠道炎、关节炎、异位性皮肤炎、改善肾脏功能等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来探讨 BGN4 和 Bori 在增进脑部健康方面的功效吧。
首先在一项人体临床试验中，研究了65岁以上老年人食用12周 BGN4 和 BORI 对肠道和大脑健康的影响，由首尔大学和 Bundang Jesseng 医院进行，有53名受试者参与了此研究。研究证实补充 BGN4 和 BORI 有助于增加脑中 BDNF 的含量，提升思考灵活性，降低压力感。在行为学中，语言能力、记忆力、注意力和执行能力上皆显著进步。另一个实验是使用老化小鼠的动物模组。根据研究结果显示， BGN4 加 BORI 对于改善脑部退化的结果中，在大脑组织增加海马回中 BDNF 表现，促进神经元生长及分化，以及降低发炎因子，减少脑细胞死亡。在细胞神经元显著增加神经元分支，促进讯息传递。在行为上，可改善因老化造成的记忆力衰退及学习力下降等问题，同时增加空间记忆。接着，利用阿兹海默症小鼠来评估摄食 BGN4 和 BORI 的脑部功能效果。实验显示，一、脑部状态，减少海马回神经元细胞死亡，并增加乙烯胆碱转化酶 Choline Acetyltransferase 表现，代表有助于促进 5XFAD 小鼠学习及记忆能力，减少 beta 淀粉样蛋白、凋亡蛋白酶以及 C99 蛋白表现，避免堆积造成神经系统的病变，降低多种脑部发炎因子的表现，包含 interleukin-6、NFKB、COX-2、TNF-alpha， 表示 BGN4 和 BORI 能够改善脑部健康。二、脑部 BDNF 含量提升。三、在行为学中，观察到服用 BGN4 和 BORI 的小鼠表现出更高的学习能力、认知力和记忆力，使他们能够在迷宫中减少了走错路的时间，快速到达目的地。综合上述对韩国 Bifido 公司 BGN4 和 BORI 在脑部上的了解后，第一，它能提升两倍 BDNF 活脑力；第二，增强脑部神经发育、讯号传递；第三，减缓高龄后脑部引发的问题；第四，均株富有50倍年复利、10倍增值力；第五，通过美国 FDA GRA 安全认证；第六，目前已有发表17篇专利、51篇文献。以上是今天为大家解说在肠道与脑部之间的影响力，以及实证 BGN4 和 BORI 改善大脑老化后引发的问题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